那些日子不好过，记忆苦涩的味道，没有人去拥抱，放下昨天的烦恼，不想我快发酵。我要学会微笑，向着天空大叫，自由就会给我拥抱，带着双脚奔向我的美丽城堡，骄傲向全世界炫耀，世界有我多好，带着微笑向明天起跑。唱好听吗？这种歌真的要唱出来，我觉得很振奋人心的，而且歌词也是非常的鼓励人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每次唱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想起自己以前很多的事情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告诉大家，遇到任何困难的事情呢，只要给自己个微笑，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但是我们有第一手的资料哦，看到你哭得很惨过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第一幅照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大家什么时候看到杰仔哭得这么惨？那当时你是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哭成这样？因为这次请到了张艺谋团队的有一个女的导演，然后来跟我讲戏的，所以呢她跟我讲了很多，然后让我觉得把以前很多的伤心的事情都给我勾起来了。你小时候有没有哭得这么惨过？没有没有，小时候可能被我妈打的时候自己就会挨打的时候会哭。对，没有说自己一个人会这样哭，想的事情就哭成这样、基本上不会的。导演跟你讲了什么你会哭得这样鼻涕都流出来了？我觉得还是应该说实话，应该还是感情的事情吧。感情的事情。还有没有其他的表情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如此狂躁不安这是为什么。哎，